完颜鸠蛋全靠运气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五号感觉有点危险，先躲开。哇哦，好吃的！我吃了，你倒的。啊，你倒的，我吃了。啊，那谁倒？谁倒的？不是我倒的。不是你倒的，他就给你磕的。不是我的，那应该是我的。又有一个好吃的。过来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过来过来过来。这个六号吓我一跳。好吃，爱吃，大自然的馈赠。不要拉铃，让我看看他还有没有叫。今天冬至，吃什么都好吃，嘻嘻。如果有一天有一款很像蛋仔的游戏放在你面前，你会怎样选择？对于我来讲，蛋仔不单单是一款游戏，更多的是我和朋友之间的友谊。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我的蛋搭子怎么办？我的蛋仔会伤心的。